我是刚刚列车长的111年1月21号，潮州站潮州站港闭车门，11:14，出发的是168次。168次，往辽发特进哦，西部干线坐南端开往彰化的，也用1200型红斑马直桥，依然是1603、1604，走红斑马直桥。在操作站跟闭车门，来准备死。如果你喜欢片，跟妈咱们多点我们打一个。168次在潮州站慢慢驶离，希望大家。